每天下了班拿这些塑料布扇子，怕下雨了。自从盖房盖了三天没下过一滴雨，懂吗？前两天是天天下，自从盖了房就不下雨了。那天大太阳，今天扫地也出来了，在阴凉处。等会儿过来给这代人，我看做饭了还是咋弄的，还是在外面吃。今天中午在外面吃点他们当地饭，炒面了啥的。正好中午12点到2点让他在饭店里面待上2个小时，要不然把这代人晒得真能中暑了。这高温天，哎呀，扫地过来视察工作来了，哎呀，别高兴，打的雨伞，高兴的雨，哎呀，烂了，嗯，有了这个，嗯，看看，今天本来是过节了，又让搞下来干一天，明天过，他都过的两天节，把今天干完以后再过节吧。高兴，两天没接你了啊，两天你没下来，叠的题卡啊，今天叠的呀，鞋子啊，这个穿，我是这个，嗯，我也不知道你们里边有多少鞋子，小姐，鞋子那个饭店开门的吧，就吃摸摸呢，开的了，嗯，行了，那咱们中午就不要做饭了，去那儿吃就行了啊，嗯，拿到我来就够。我也洗澡了，这个。煮个方便面，还弄点洋葱、西红柿。嗯，这是过节了，自己是吧？嗯。嗯。好不容易出来干个活，吃方便面的，让下去吃好的不去，顶着太阳干。说是太阳大点，钻黏糊得快。就这么点思想，你把自己把人晒得冒了烟儿，也把太当的太阳最大的时候砌这个砖了，好嘛，理解不 了，那就是太阳大了砌砖好的了，牢固的快的，呀，煮一锅方便面。鸡蛋方便面，这是高端饭了，属于放点咖喱粉，黄黄的。他们吃啥？看看我吃啥？我昨天卤的猪脚，撕巴了一盘，三猪脚撕了一大盘。对，高兴，咱俩父子俩吃猪脚就行了，是吧？让他们吃方便面，我啃猪脚。我看这个方便面还有肉好吃。我说，这个糟糟比肉都好吃。嗯。他们不是不吃猪肉吗？吃了，我以为不吃了，吃就给他们尝点，一人给一块。手机做饭，高兴在妹妹后面趴着玩。高兴。你害啥？哎呀！一箱方便面能煮半箱。一块奢侈饭了，鸡蛋煮方便面。
再有人给配块猪肘子。娘，那个点装不够。哎呀，产品咖喱糟糟的是。快让看你哇，晒得脑袋疼了，着急。让后羿吃饭哇。一路菜那个还是？伢的，我们人家吃的味道，你吃的快不快？哎呀，这一个人在那玩的好。好了，我要把点菜都开眼了。后面和大米炸的那个，那个玉米花都是大米花。还有肉烧鸡，让他们吃吧，不吃我就砍你了一个。好了，留了给你哥多砍你了。他们也吃走走。啊？不走。哎呀，好，那给他们分吧，分了剩下我吃。哎，都吃猪肉。哎，吃完一块又一块，吃好吃的，都要吃了。让中国人都化了，都要吃开猪肉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咋了？哎呀，你也要吃？完了，开始干了。方便面是剩点儿，肉是吃的精光了。就顶着大太阳。哎呀，说了半天，大中午让休息不休息，是为我好了。太阳大点儿，干得快。好嘛，理解不了了。哎呀，烧鸡呀、啊，在这洗盘洗完，把高鲜就扔到水沟里面了。他洗干了呀。啊？哎呀，开心了。你一会儿烧鸡，抱在阴凉处把它是吧？把衣服给它放在那个石头上晾干了啊。你看，要不然晒得脱皮呀、啊，真晒成黑蛋了。快去，石头不能吃。哎，哎。嘿，现在这个水也热乎的。哎，再叫一声。哎，高兴，再叫一声爸爸。哎呀，好嘛，这个水也甜又清，把你冲不走是吧？往上爬、嗯、不要让它去草里面、啊、对，我那边呢、啊、草里面怕有蚂蟥了、啊、对、嗯、这个石子里面没有，哎呀，好嘛，让它玩一会儿就行了，不能是吧，你洗完盘就把它抱走啊。你看他塌了。嗯，嘿，石头能吃？他刚刚追翻了石头。哼，你看，你看。不能吃。哎呀，这么多大的石头追翻。嗯，你看着点。好了，那我我过那边大石头那儿，我洗个澡去，热的我不行了啊。哪里？那边。我们也洗澡了。啊？我们也洗澡。你洗屁股，你先洗洗盘洗碗，对。挡住点，盖住了它没洗干净，一会儿晒成黑道了。对，来高兴。好了，手机，你弄完赶紧把它弄过去，让妹妹看着点啊。好的。哎呀，去洗个澡去。